我们的经管来讲，就说天下都难找。 86年起什么开始搞洞，到现在是30几年了，就越看呢越开心。我的名字叫赵忠国，我们这是属于宣阳县温田镇。 双河镇，双河洞就在我这个周围这一转，都是洞。我小的时候在四岁，就在我这里洞大个洞头。我探洞来讲，就说带的东西一天，就带粮，带把刀、刷炉，在山上就去山脚下洞是2000多个，现在连接的就是将近田里完全是300多公里了。 我去探查过的都是灰尘土贼，写成材料。我们这个双河洞来讲，跌到亚洲第一长洞。探洞是危险的事情，在20多年前，被人挪到手电筒挪到洞头去了，拿不到，没亮，3天才挖得出来。但我都为了找好它的伤情和病痛。 专家来多了国家几个几十个国家专家来考察，他们我们要去了，他们都开起车来在高头来找我。如果说我不去，他们就找不到洞。为什么去探洞做梦？因为洞头的景观好，晚上家的觉觉都睡不着，都想探洞。 想把它彻底搞完，以前呢就把这个洞啊放在心上呢。